夏思，真是啊。嗯，你稍等一下。你不是越狱失败了吗？他怎么跟你一起来了？我们一起在公交车上遇到的。这么巧，你也有票？对啊，你不是放我鸽子吗？鸽子，鸽子是和平的象征嘛。哎，不管了，这个给你。谢谢。不用客气。不过你给我这个干嘛？今天如果不被老师抓到，陪你来看展的应该是我，你说对吧？剥离了结果谈假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这是你刚想买的饼干，你也给我？怎么这么多？连你室友的也一起买了。今天突然对我这么好，我平时也没这个待遇啊。我没生病吧？我应该很健康吧？没有。我往那边走，我要去操场跟室友看看清理。一起吧。